应该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了。没有负面。输就难讲，输好难掉，从来没掉过输。哦，花德，冻死了。他看来是被历史压死。第四力，雷神了。还好，还好，还好。好吧。断台了。喂，被树杀了？啊？啊是被树被闷死的？跟鸟鸟一样啊，鸟鸟有一拳也是被树杀。大自然的反扑。原本种树是希望它有苹果，结果现在种树被树杀死。太好了，黄金！现在都不奢求钻石，现在只奢求黄金。哦，好多！真的可以，可以，你又可以活一阵。太好了，有机会成为氪金王了。氪金，我已经吃了两颗了。突然间，伺服务器断线。哎，我掉到附魔的钓竿，很好啊。耐久三，海洋祝福二，可是快要坏掉了。这有办法修吗？又还要等级，就拿一个全的钓竿跟他附、啊，就用你现在身上钓竿跟他附那个啊，我铁针。哎，我掉到皮革，试试看。有哎、欸。只要两等的，太好了！我现在应该可以钓到更好的东西了吧？这是什么跟什么的？海洋祝福二啊！哦，是哦。海洋耐久三，海洋祝福二。花等级。你现在几等？我现在六等。那你帮我合。你要合什么？头盔。好喔、哦、哎呦哎呦在附近刚好在六刚好有啊我平我铁在烧金在烧你等一下自己看一下给你哎盒只要两等而已啊哎为什么刚刚是六等不知道、啊、我盒上去他只给我扣你看箱子有保护衣你要不要跟你身上胸甲盒好喔、哦对啊，附魔成本二而已啊。哦，安德在走动，安德在走动。不要看他，不要看。用屁股看，用屁股看。Enderman 走开。我会不会等一下掉上来的不是命名牌就是那个半线钩之类的？那是垃圾宝物啦！来给我掉几本附魔书看看，让我看看附魔书长什么样子。洞窟就断肢的洞啊！哎，那们不要在这里晃来晃去了。给他坐船呐、啊！给他坐船还得了？
他就坐着不会动啦、啊。看，认真。现在钓鱼应该是不会看到他。阿吉，因为这游戏有碰撞伤害，他碰我一下我就扣血。那么多鱼啊！刚一个发呆，我有点啊，很容易就迷路。我刚刚突然在想事情，到就是什么一个脑袋突然忘记怎么样走路，差不多。然后我有刚忘，刚刚在想。就对了。如果刚刚挖黄金的时候下面没有动的话，现在的黄金还可以再做一颗皮，就少那两个。刚不是想，这个钓鱼还真是花时间。Enderman 在陪我钓鱼，太恐怖了啦！什么？皮革鞋子？刚才钓到一个好的，几乎快完整的，没有用啊。这如果可以给猪穿的话，我还不如给猪穿。小猪穿鞋鞋。走了。
几分开始说啊？八十分嘛。八十，慢慢说，各一个阶段说。你说他说一次之后会停一下，然后再说一次，然后一段时间再说这样吗？通常。哦、oh?。对啦。段时间。考虑做 TNT 吗？没有啊，这场还没遇过趴、欸。有遇到了，我被他炸了半个血，可是也没有沙子啊。啊。找你，我钓了不少鱼。然后我们等下准备往地表走，听到吗？有有有，你那边还有黄金吗？有。那弟弟的话，其实对现在UHC有点不安全。对啊，地表白天的话应该比较安全。对，而且弟弟他现在有限高，所以你在空中的话会有诱。哦。来到地表还可以多挖几颗苹果看看。一定是走到我挖的那一条，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挖的另外一条路。我怎么会挖到骨？人怎么掉骨头呢？保护三的体啊，没有没有长出来，这烂树。铁我放箱子里面了。拿铁锭丢人了。安安，给你啊，是你的苹果，还来不及，在他们这里，那就不知道，反正剩下的黄金也不够再做一颗，只剩下五个。能吃不吃苹果都得死啊！没了，黄金没有了。很久没看 UHC 了，因为我很久也没有参加了。
哎，你至少拿一桶吧。OK。你要带水哦，因为很多是没带水桶掉的。那我要捞做一桶水。啊你，哦，你刚苹果给我是不是？啊，对啊，给你的。